师们、大人们都走了，是时候行动了。我叫邵雪，本该出生在这样的大雪天，可惜我太皮了，提前两个月就蹦跶出来。我妈说我一出生就对世界特好奇，眼睛滴溜乱转，谁叫也不听。直到另一张小脸的出现，又胖了，就是他，郑素年，这世上我第一个正眼瞧见的人。我是双大炮。走吧。走吧。咱俩是一个季节的吗？妞，咱俩是一个年龄段的吗？美少女怎么能穿秋裤呢？我妈非让我穿。呀，我忘叫吴欢了。来了来了。哎，谁叫他呀？我叫的，快进来吧。啊，快快。哎，同志们。人生最神圣的一刻就要到了，至于吗？不是涮个火锅吗？对啊，门口就有啊，请客。啊，那不一样，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食其果，啊，不对，是自力更生。你想想呀，自己动手多刺激呀，一下子就违背了三大定律：玩火、玩刀、聚众胡闹。我有一个问题，咱们不会就用这个锅吧？这锅怎么了？一点仪式感都没有啊！你爱吃吃，不吃回家去。哎，我家有一个锅，我爸最近刚淘来一个景泰蓝的锅，我就把它搞过来。那我和你一起吧。遇到问题，及时告诉我。嗯，靠谱，行动吧。走。这行啊。不好啊。小心点儿。可以呀，你啊。你就说我厉害不厉害？你看什么呢？素年。人呢？怎么了？什么蛇了？腿蛇了！腿蛇了！这个事拜托你了啊！严不严重啊？哎，素年，小米腿蛇了，怎么办？赶紧找人开门。啊！怎么回事？扭了？为什么呀？你不是有事吗？我事办完了。办完了才想去。严不严重？哎呀，不要你管。哎呀，不要你管。关键怎么回事啊？多大人还翻墙？哪有女孩跟你似的？小姐，没事吧？怎么还抱一起了？那脚扭了。啊，脚扭了，严重不严重？哎，快快快，把她放到屋里去，我去找刘大夫。快！你放我下来！你又不能走。我要张琪背我。啊？我抱跟他背有什么区别呀？我恐高。轻点儿，来，一二三，走。哎，你这不是说矮吗？走吧你。没伤着筋骨。擦点消肿的药就好了，不用去医院了。哎，太好了，刚
刚才把我吓死了。哎，我去告诉你妈一声啊。哎哎，李大妈，李大妈，以后可别翻墙了啊！你们谁跟我去拿点药去啊？我去。说说吧，我哪儿招你了？你都不把我们当兄弟了，小雪，哎呀，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呢？你疼不疼啊？啊啊！哎呦，这豆子，我要回家吗？好，好，好，回家。妈背你回家，来，来，素年帮我一下，来，走开，你走开。哎，李大妈都跟我说了，你说以后你别再，哎呦。以后你别再翻墙了啊！你说你女孩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小雪呢？跟玉阿姨回家了。你说，小雪是不是有病啊？她当然有病了，药还在这儿呢。这要给我这么多钱，我绝对不抽。你又别想了吧？哎，给我拿苹果。哎呀，自己拿，没长手啊你？没长手啊？祝年糕，苹果。嗯，年糕就给你。恭喜你，终于没被金钱所击倒。小雪，嗯，要是最后的面试也通过了。你就要去吗？当然去了，肯定去啊！换我也去，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苏年哥，你作文比我好，你有空教教我呗。嗯。这就困了，你今年肯定又挺不到最后。谁说的？我肯定能坚持到十二点。苏年哥，监督我。靠人监督算什么呀？但是打赌。赌就赌，赌什么？你要是输了，最新的柯南给我买一套。那你要是输了，就请我20顿必胜客。你不怕吃死啊？你敢不敢吧你？赌就赌，不能见多啊。嗯，年哥你真好。小雪，你少吃点儿，你这一晚上腿就没停过。知道了。哎，二宝。苏念哥，你干嘛？你该不会想在我脸上画画吧？中奖了！我不想睡钱。睡着了。我没有。你还说梦话了？你胡说八道。你说请我吃饭，我不可能说。天使小狗，倒数了。五、四、三、二、一。
喂，张琪。妈，靳阿姨和郑叔叔有紧急任务回不来，素年发烧了，一个人在家，你去看看吧。素年发烧了？是啊，顺便买点吃的过去。我没钱呢。哎，妈，你说素年他怎么了？素年发烧了。啊，那肯定是林雨林的，那我去看看他，你去买点补品去啊。哎，我没钱。那你钱呢？我都买冰棍了。哎呀，你看什么？哎，苏年哥，你没事吧？苏年哥，你没事吧？怎么那么烫啊？像被煮了一样。先煎蛋，蛋要两面煎。然后煮面，面要煮4到5分钟，就可以把面捞出来了。5分钟，然后再煮菜，再煮5分钟，煎蛋、煮面、煮菜5分钟。嗯，开始。你这干什么呢？煮面呢，等了好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开火让面自燃啊？哎呀，忘了。苏年哥，吃饭了，来，张嘴。啊啊！苏年哥，听话，吃饭了，快点，张嘴。啊！苏年哥，你理理我嘛！苏年哥，好，理你。来，张嘴啊！苏念哥，怎么了？能溜出来吗？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我就想在这里静静的生我妈的气。那只会越来越气。出来，带你撒气。怎么撒气啊？这么大气性呢？我妈的气我都要撒完了，我现在生我自己的气呢。气自己什么呀？我觉得我学挺努力的呀，可是怎么学都考不好。你看看你，你再看看张琪，你们都那么棒，就这么笨。你挺聪明的。哎，我再告诉你们俩一秘密吧，这天啊马上就下雨了。赶紧回家吧，哎，拿着，有借有还。谢谢啊。那气球怎么办呀？那个交给我吧，我来处理。那不行，苏年哥都掏钱了。
哭了，眼泪一拉，多疼啊！可疼了。口罩摘了，我看看。丑。你什么样我没见过呀？小时候满脸鼻涕泡，我还带着你玩呢。大夏天的，戴着口罩不更严重了吗？跟我说说，为什么哭？你说呢？把你没当成，别回了，我妈还老骂我。主要哭什么？当然是翻译了。我之前那么期待，整个胡同都知道了。现在没当真，多丢人呀！没什么丢人的，过了这周，我保证所有人都不会记得这档子事儿。我怕别人忘了，老师忘不了，出国留学机会都没了。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你没当上翻译，但是做了这么多努力，肯定不会白费，只是缺少了一次实践的机会罢了。再说了，你要是想练口语的话，我妈也可以帮你啊。那我这脸怎么办呀？我要是脸好不了，我怕以后就没有人要我了。你才多大点人呢？就惦记起这件事儿了，你担心嫁不出去？成吧，要是真有那一天，我娶你。你以后要是真嫁不出去，我娶你，行吗？我看行。走吧，回家吧。谢谢老板，记你账上了。你觉得你自己很多余吗？我不觉得呀。谁叫你来的啊？我要是不来，他也不一定来。哪来的自信啊？哎，刘文，你不吃吗？我保持身材。那你来干嘛呀？我来感受一下垃圾食品的味道，才知道自己有多健康。垃圾。不过看你吃的这么香，我也想吃一块。哎，想吃自己买的，就吃一块，你至于吗？我劝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小雪可不是这样想。小雪是你叫的吗？本来就烦，还不让我孝敬，你自己吃吧。哎，坐着。你俩对我的敌意挺明显的哈。没敌意，就是不想和你交朋友。少雪可不是这样想。你想多了。
点意思。赵雪同学，还有事啊？我还是想邀请你参加我的话剧社，参演我的朱莉。我有自己的节目了。你确定要跟他们演吗？我觉得像你这么好的演员，应该需要更好的搭档才行。他们不配。王浩然，不要说我朋友啊，谁说我跟谁急？哎，他们连戏都不会演。你说谁不会演戏呢？我只是想邀请他加入我的话剧社。加入你那个破社干什么？你真的不要再考虑一下了吗？不考虑。那好吧，祝你们演出成功。走吧。哎，你俩排练的怎么样了呀？还行，完美。别掉链子，不要输给我朋友。放心吧。走，回家。要不是今天突然没有声音了，你的那段经典台词也就可以说出来了。唉，太可惜了。我的公主，你是我的全部，你的声音让我相信一切苦难都会过去，你的眼神让我相信一切美好将会永存。我本是个与世无争的人，但若有人想抢走你，我会赌上我的一切，血战到底。你打我干嘛？你明明那么会演，为什么之前背得毫无感情啊？我不喜欢演戏。那你现在怎么样？对着你可以试试。那之后不可以这样啊。怎么？小雪。嗯，要怎么？生日快乐。这是什么呀？你画了多久啊？喜欢吗？嗯，喜欢。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地方。等长大了我带你去。好啊。妈，回来了。小雪来找过你了吗？嗯，在我卧室呢。哦。哎，别过去，等一下，给你个惊喜。惊喜？今年暗夜好看吗？好看，我们小雪太漂亮了。还行吧。哎呀，你听他乱讲，哪是还行啊，是太好看了。对呀，不过这还是有点大啊。嗯，得让你妈帮着改改啊。那不行，我妈会骂我的。嗯，正好十一放假，叫你康阿姨去。嗯，阿姨还有两件衣服，我们小雪穿着肯定也特别好看。走，跟我试试去。哇，来吧。
苏宁哥，怎么了？我觉得有人跟着我。应该没人。那可能是我太紧张了吧。走吧。脚不舒服？刚刚跑的时候崴了一下。来，先坐下。慢点。应该是扭到筋了，我背你吧。不行。怎么不行了？小时候背过多少次呢？我刚体检完，胖了6斤。来，学校的秤没准不准，上来，我称称。还是算了吧。嗯，这挺准。讨厌你，思年哥，你在这转悠啥呢？我今天放学早，去你家找你。玉阿姨说你还没下补习班，我就想着来接你。你找我干嘛呀？没事还不能见你了。你这不高三了吗？我都不敢打扰你。嗯，不过还好你来了，不然啊，我得怕一路呢。现在还怕吗？嗯，有你在，安心多了。秀莲哥，你这学习好累啊，为什么你一直学都不觉得累嘞？我也会累啊。真的？不然为什么找你？找我就不累了。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声音有活力，我听了就精神了。你下次补习班是哪天？我陪你走一路，你就不怕了。小雪。苏年哥，你在这演铁窗泪呢？我被我妈关禁闭了，未来一个月放学要准时回家，晚一分钟就扣1块钱零花钱，其他时候哪儿也不准去，连张琪家也不能去。那我家呢？哎，没说。估计也悬了。看来阿姨这次是来真的了。早知道出去一趟要花那么大的代价，还不如去西单吃顿肯德基呢。没2天气就消了。这次难了，你看，我妈昨天晚上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做了这张计划表，上面时间紧任务重，摆明了要存天理而灭人欲。我以后啊，没有好日子过了。那，我帮你。求求情。哎，算了吧。给。这是你从网上给我买的？嗯，这玩意儿挺管用的，你可以把上课来不及做的笔记都录进去，随时听，特方便。关键是你按旁边那个按钮。嗯。苏年哥。苏年哥，你上次说一听我的声音就特精神，所以我就把我的声音录进去了，是不是朝气满满呀？嗯，听了都不会累了。哎，还好买的早，现在主机都被没收了。嗯，还说给青春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呢，现在。
现在呀，就只有这关禁闭的回忆了。你还要青春好多年呢，有的是机会。那万一要真像张琪说的那样，我们以后各奔东西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啊，终于能够理解我妈为什么不想让我出国了。我就在想，要是有一天，苏年哥，你走到一个我找不着的地方去，我肯定会特别难过的。不会的。那万一呢？在我这儿，没有万一。我发誓，永远待在你找得到的地方。一颗星星，哪有星星？果然在骗我。星星说：“有难过的事情，哭出来就好了。”什么委屈都别憋在心里，撒出来就好了。我肩膀就得靠着。你不靠我可就走了。我真走了。哥，我们家吹风坏了，能借你家的试试吗？进来吧。哎，苏年哥，郑叔他人呢？去买早饭了。以后湿着头发别乱跑。这不是坏了吗？帮你吹，不用，我自己吹。太久没用，容易漏电。谁吹不电我脑袋呀？给我手挡着。
那不行，那还是垫我脑袋吧。你的手，你画画。转过来吧。哎，正呢，正呢，这是湿的。差不多可以了，孙年哥，我走了。不行，没吹干容易感冒。哦。商量个事儿呗。怎么了？你能把你的刘海剪短一点吗？为什么？它现在太长了，把你眼睛挡住了。你的眼睛露出来才好看。嗯。素年，吃早饭了。郑叔叔，你回来啦。哎，小雪。哎。吃早饭了没有？没呢。那正好，你跟宋宁一起吃。要是不够啊，那好像还有饼干。叔，你不跟我们一起吃吗？啊，我在路上吃啊。我得走了，去上班了啊。叔，再见。再见。这不是静宁阿姨的东西吗？嗯。我妈说好我给你的，我给忘了。这两天刚整理好。苏年哥，你看这只猫咪书签好可爱呀。他一直很喜欢猫。阿姨画的猫也好可爱。苏年哥，你学画学了那么久，我都没有看过你的画，你给我看看呗。我的画册都在学校，改天带你看看。嗯，也行。这不是有一本吗？哦，这本是我之前考学练习用的，画的不好。再不好，那也比我的。你给我看。画的真不好。我就要看这个。改天带你看别的。嗯，我要看这个。你给我看一下。你给我看看，你给我看一下，你给我看一下。哥，你怎么画了那么多？我人像画的不好，就多练了几幅。那你怎么不送我一张啊？等下次，我好好画一幅，送给你。那你给我写个欠条。拿这个写，就写欠小雪一幅画。好，可以了吧？拉钩。
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快唱。受伤了，我来给他抹药啊！哎呦，去，手抄对了，快拿一下，快，你涂药啊！我这抽签了，我看一下去。苏年哥，你受伤了？小伤。那我给你抹药吧，你快吐过来，快。伤哪了？这边。疼吗？不疼。疼你就说啊。要不你把头发扎起来吧。怎么了？我有点痒。疼都不怕，你还怕痒？可以了。我还没吐完呢。不好了。四年哥，你怕痒是吧？你就怕我激起来了，你怕痒？怕痒？还闹吗？不，不闹了。抹的怎么样？我还是猴哥，我去厕所啊。继续，继续。我也去。你先答应我，你不生气，我就给你看。好，不生气。你看，不疼了。哎哎哎！
苏年哥，你别生气了，我答应你，我以后不会再骗你了。你笑一个嘛，嘿嘿。苏年哥。啊，苏年哥。Missing you, no better place to go. I'm more warm here. The birds say miss me. Missing you, no better things to do. I'm more why now you just find me as sweet. 今天是不是害怕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又冷又饿，手机又没有信号，我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有多激动，可是你一过来你就吼我，委屈死了。小雪，我真的太害怕了。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了。啊，苏年哥，我太喜欢你了，所以你不能凶我。说什么？我那个呢？我那个你好久了，4岁、8岁、16岁，不知道，反正就是2的6次是吧？每次方都。都喜欢你。2的6次方是64，你现在才多大呀？数学还是那么差。你干嘛？壁咚。然后呢？你猜。你说，你才多大？我成年了，你也成年了，干什么都行。不行。我不管，谁让你欺负我呀？小雪。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吗？知道。你说你喜欢我？喜欢。那我亲你之后，为什么一直躲着我？因为我害怕。我害怕我们的关系会变，可是今天我突然明白，我就是想要变化。我发觉我对你的喜欢早就不一样了，我就是想要跟你在一起。深处。
小雪，苏年哥，苏年哥，你们俩不会是有情况？什么时候开始的？如实说来。就去广西找他那天。妈呀！那天你们累成那样，还有时间谈恋爱呀？等等，你俩那天晚上是不是住的一间房？这宋年你可以呀、你花了女人千百。别吼，是我主动。我白教你这么多年，我还想说这事儿呢。既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你以后可别出主意了。哼，两个白眼狼，卸磨杀驴。想让我走？没门儿。苏年哥，你刚刚怎么吃那么少啊？我不饿。你不开心啊？因为我要出国。不是，我就是觉得有点突然。要不我就不出去了。你会讨厌我的。不会的。我也会讨厌我自己的。小雪，我不想限制你，可我现在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就是想让你待在我身边。思年哥，你是不是饿不什么偶像剧了呀？什么控制不住就不控制了呗。这个送给你。干嘛？你每次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吹一下，我就能立马活蹦乱跳地出现在你面前。你是孙悟空吗？疼不疼啊？你不信你试试。你要闭着眼睛吹。Missing you, no better place to go. I'm more warm here. The birds say miss me. Missing you, no better things to do. I'm more. Why now you? 你教我的。Just find me. 壁咚。你敢壁咚小悟空？信不信我一个跟头翻出去？你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惊喜吗？
惊喜啊。小雪啊，你有时候很会骗人，有时候又不会了。我没有骗你啊。你拿到了 offer， 还不告诉我，打算什么时候说呀？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我之前没有说，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说。那你现在想好了吗？还没有，但是我不想再瞒着你了。你去面试的那一刻，明明就已经想好了。我去面试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重要，我想说先试试看能不能面得上，至于去不去到时候再说。那你倒是跟我说呀，我就这么不重要吗？不是的，就是因为你太重要了，我才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怕万一你不理解。我不理解？谁理解？孟海吗？你怎么又提到他了呀？你们一起去的呀。他只是个学长啊。现在是学长，以后呢？你是不是又要无理取闹了？我无理取闹？你跟别人一起规划未来的时候，我在布置我们的家。我怎么跟别人规划未来了呀？这是你想要的家，这不是我想要的家。所以，你也不想要我了吗？不是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脑子太乱了，我。苏年哥，对不起，我们下次再说吧。小雪，思年哥，你给我发信息，找我有什么事儿呀？我刚去文修院找你了，但是你不在，你去干什么了呀？思年哥。你还在因为那天的事情生气吗？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误会。可是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我决定我不出国了，我就陪在你身边。今天我在你房间看了你画的我们爱的小屋的设计图，每一张图我都好喜欢啊。我们一起布置我们未来的家，好吗？苏年哥，小雪，我们分手吧。
哎，你怎么才来啊？我们的文物修复大师来了。五环，石英。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都点什么了？不就那老几样吗？菜单给我，我来。那个，我还有工作没忙完，我先走了。哎，秋雪，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饭不能落。不是，我这工作今天晚上必须得交，你忙吃啊。哎，秋雪，下次请我，五万，拜拜拜拜。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吃，下回去。小雪，叔叔阿姨知道吗？不知道。你出门这么多年不着家，回来还一直瞒着，你想过他们的心情吗？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爸妈看见了，只会骂我。我不敢回家。骂就骂，我疼你。五年哥，我好想你啊。我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我每天都好想你。我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陪在我的身边。这些年我不在你身边，你有想过我吗？你是不是都把我忘了？时光像迷途。
信我。凭你亲过我。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了？你得什么病了？不是你刚才说你跟苏年把你把苏年怎么？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来，把这事你跟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些菜就你做的呀？是啊。这些菜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哎，这不是你菜谱上的菜吗？对呀、啊，在国外的时候用上了吗？没有，在国外的时候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自己做饭。那、以后我天天给你做。嗯。喂，林诗音，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呢你？看你说的，我不得确认一下，你今晚是一个人睡还是两个人睡啊？两个人。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东西在你家呢。哎呀，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就没时间回去。那我怎么办啊？我衣服还在你家，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嘛。那正好啊，让宋杰哥养你啊。啊，没想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拜拜。哎，喂喂。哇，我养你啊。明天带你买衣服。好啊，快吃吧。怎么了？你是不是给其他女生也做过菜啊？可能吗？那我出国那么久，你没有想过跟其他女生在一起吗？没有啊。那如果我不回来了，你怎么办啊？那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苏年哥。Missing you, no better place to go. I'm more wanna hear the birds say miss me. Missing you, no better things to do. I'm more why now you just find me as sweet. As sweet as our star from the tide. We.干嘛不吹了？哎，等一下，你先来一个勇士的告白。勇士的告白是来不了的，只能来一段恶龙的突袭了。那不行。苏年哥，我有事要跟你说。娶我吧。轻轻默念，回忆繁星点点，你会不会一样
你总是抢在我前面。如果翻转了时空，你是不是放走了？不可能吧，我刚刚听的是他们俩动静啊。仰望星空漂浮在宇宙，这上面都是我们遇见想你的时候，以前的我们，勇气就在心翻涌，现在的我，爱到最后，未来的我们，时光像迷途，没发现尽头。想念着你，就让梦变温柔。时间没有归途。小雪。不用给我解答。我的生活过于简单。跌宕起伏的这个主持人靠不靠？深藏多年，他是诗音的仆人，为了坚持爱情，多方查找，岂料苦苦寻找之人就在这。主持人是不是走错现场了？历时二十年载，横跨多个国家，挺好的呀，太幽默了。好，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红毯的尽头。张叔叔，还叫叔叔？爸，哎，哎呀，真好。小雪，很久以前，师父跟我说，要我找一个像木槿花一样的女孩。起初不明白，但是直到我当初看到你穿着旗袍向我走来的那一刻，素年哥，我突然就懂了。你就像开在我人生中的木槿花，我一直以为你需要我保护，所以我努力成长。
但其实一直是你走在我前面，带着我向前走。以前你陪着我慢慢长大，余生我陪着你慢慢变老，好不好？四年哥，其实在结婚前的日子里面，我挺害怕的。我害怕结婚以后我们会变，我害怕四年哥你会变。可是就当我们刚刚牵着手走向这里的时候，我突然一点都不害怕了。我以前不明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什么好的呀？我总是想，如果跟一个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待着，那该多没意思呀！可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因为即使是给我全世界的精彩，也没有你能够待在我的身边陪着我讲。快坐，快坐。